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希望大家没有被我吓到，因为那个现在进不去游戏里面，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在还在载入中的画面。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到我讲话，我开一下喇叭哈，应该是有吧？哦，有声音了，有声音。看来他不太愿意让我拍实况的样子，我们就有耐心的等他一下下吧。现在伺服器进不进去，太多人在打奥丁了。我这张卡基本上之前吃了21颗，哦，上次拍片的时候吃了21颗，我就是所谓的吃石秀，就是莫过于此，好吧？就是一直吃这样。当然今天是没有打算想要吃屎啦，可是应该是跑不掉，因为我的这个处女这一队还没练起来，刚刚在刷灵魂石就登不进去了。所以大家应该现在应该在听我这边那个就是没话找话讲。对，卡灯卡灯，有人说卡灯的没错，一过12点马上卡，因为一堆人进去在打奥丁。不过这张卡片如果没有的人至少要打一张，哦，这个我建议一定要打一张，因为这张卡是有过好用的。这个从去年几月啊，好像是10月吧，那几乎我所有关卡都用得到这张卡片。结果我现在帮那个 MH 这个打了一个广告，有没有？就是卡灯的一个实况，有没有？他是不给我进去的样子哦，我应该不影响啊，因为我卡，大家应该也都卡。又不是抽卡嘞，欸，哦，现在是属于黑画面，有没有？黑画面，完全没有画面，完全没有画面。哦，有看到玩家有说要魔队去打。哦，魔队的话，如果没有吕布啊，还是那种巨蟹，还是木妹之类的，那个跟大家建议一下，就是打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哈，这个伪王有没有？我开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可以看到这个防御率有没有 ？highlight 一下哦，这个防御率是5243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哦，可能从今天磨到明天，可能不一定磨得完，哦，所以要注意这个部分哦。哦，可能打一打很顺，有没有？打到最后一关，那网都是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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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啊，然后木妹吸的话，这个200多万嘛，10、100、1000、10000、100万，200多万，我们算一次吸9000，好不好？有那么多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哇，他吸200多次，如果9000的话，他是应该是没办法吸那么多了。哦，所以要打这个王魔队要稍微注意这个部分。哦，当然我拍实况应该不会拍这个魔队啦，因为我拍魔队可能大家都睡着了，我还在转这样。哎呀，不给我进去哎！这样就不太合理啦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浪费我的时间，也浪费我们这些好朋友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大家能够来看我实况，也都是一些好朋友、一些老朋友嘛。嗨，大家好！哎，我一讲，怎么人数马上掉下去？其实跟这没关系啊，因为等得很无聊了。
哎呀，怎么一直卡嘞？好吧，给大家看一下关卡资讯好了。第一关的话，应该大家都磨的啦，都会就是稍微储一下气力，只是怕狙击太快。哦，当然我们可能先打攻击力强的吧。这个暗的这只先 K 掉吧。哦，第二关的话，这个木妹血量有50万。哦，还要注意到一点哦，你们看这个防御力有5000哦。哦，防御力有5000，所以这个第二、第五关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哦，然后这个第三关，看你的技术吧，技术够好的话，把旁边两只狼 K 掉，中间储 CD， 哦，你就转高康博就好了。哦，当然我三到五会有点危险，因为有时候三掉下来就变4。而且在攻击力11333还蛮痛的，这地方技术好的话，你可以先杀锁技啊，然后再杀这个狼啊。哎，怎么都是狼哦？好，不管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哈。哦，技术好的话，就是先杀锁技，再杀这只狼，然后留一只这个武士减伤这只哦，来储蓄地也可以。哦，啊，这边的话，在前一关最，因为什么要在这一？关卡没有写好哈，1、2、3，哦，在这边留，如果有办法留下最后，还给我闪退嘞，还耍脾气呢哦，怎么忽然间有点危险的感觉？不会玩一玩就给我闪退吧？我还记得以前我很久以前玩火灭关吧。Good job, good job。相信如果我们 MH 有诚意的话，应该这个。明天看会不会送一点石头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可以就是造福大家，好吧？造福大家。欸，卡很久嘞，我大概5分开的嘛，对，现在已经8分钟了。好，有一个玩家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可以看世界杯。但是对我来讲这是不好的，因为我在波斯光人都不见了，我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我跟空气讲话嘛，虽然说平常在录的时候是在跟空气讲话没错啦。哇，那这个要等多久啊？看来这个要等蛮久的。哦，可以等了。哦，我终于进来了。好，这时候首先第一步，先吃几个那个，因为我刚在刷灵魂石啊。要给谁吃啊？给处女吃好了。给处女吃。哇，也没几颗。加57滴血有没有？不一定，搞不好等下50，就为了这57滴，我们就勉强活下来了。哦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队伍哦，非常两光的一个队伍，乱凑起来的哈，试试看而已啊。哦，可以看到这个 CD 也都是哎，对，没错，除了这只有练满以外哈。因为我本身还蛮喜欢玩那个，这个账号是玩那个人主角队的，好，所以主角几乎都有练满。好，看起来是很危险的一个队伍。永劫的荒漠是什么东西啊？
哦，今天有碑文哎，好，那不管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八角，八角马啊、哦。嗯，又要等了，等你等到我心痛。等你等到没有梦，这个歌可能有点老，可能有蛮多大大是听不太懂我在唱什么鬼。嗯，的确，可能要等蛮久的。好吧，现在反正没事嘛，那我们就来讲个笑话，好吧？讲笑话，我想一下哦，那个，哎、欸，哦，进去了，好，那下次再说好了。嗯，哦，想说奇怪的人，为什么只有一个啊？阿赫啊，那个谁跟我讲说要换，居然没有给我换，不一定他没有换哈、哦，这不一定哈，用、哦、双处女。用双处女来测试一下。哦，这个地狱关卡好像有个状况，就是，公会里面的人或者朋友换了账号，但是你就算登出登录，结果还是没有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地狱关卡都常常会这样。好、哦，好，第一关，我们先打这个攻击比较大，而且我们属性相克，哦，这个打他应该他比较痛。哦，心珠要稍微留一下。哇，四 combo 没错，平均转速三到五，没错，就是三到五而已。四 combo， 对，可以看到我这样的技术都可以这样活下来，相信这一队应该表现不会太差。这时候最怕是卡星。平民转出这个终极主要的目的就是，我转的这么烂，对不对？我都可以过关的，你们一定也可以过，对不对？哦耶！可以听到我安静下来的声音，没错。天降呢？没有。有没有狙击呢？没有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好吧？这个，当然第一关是尽量不要吃石头了。嗯。这个还算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。第一关不要吃石头，结果有没有马上出来恢复体力就要吃了，先恢复一下了，好吧？出好，基本上这次进了关卡之后就是处女的第二次了，一回生二回熟。三回变老婆，对不对？就第一次就被他处理掉了。可以看到还是三到五万天降啊！哦，我要狙哦，没有没有狙狙。
录片的时候，通常手会特别残，这个应该有录过片的人知道。哦，我的新猪，非常愤怒的芭蕉马，现在是愤怒的平民百姓。Good， 好了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好吧？如果再试一次不行的话，我们就是对，没错，就把大病吃下去吧。来吧，就多一点光珠吧，对嘛，这样才像样嘛。结果没光珠了。因为我刚想要把那个新珠给它断开啊，是断开新珠哈，不是断开魂结。不给光呢哈。我整碟的新珠都给我消掉，是不看你挑消整碟的那个光珠啊。哦，这个办法撑到这时候就是可以活久一点了。我靠！哦，好，现在还在，我还有新珠胶哦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处理了。好，现在就开始除技。除技，如果看我的影片的人应该知道我常常会用一个简易叠珠，啊，这边也是一样用这个方式。因为简易叠珠我不太需要看牌型啊，我就直接叠就送出去。好，我这一堆因为我没有练，所以主要我的 CD 长是最大的问题啊。好 ，CD 长是比较大的问题。哦，锦衣叠珠就是交错，你就交错牌就好了啊，这个不难了，这应该一看就知道了。哦，那个狼啊，这CD有点久啊，还有三回合。好，因为这一队有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我没有爆发，我只有靠月狼他才可以爆发而已。哦，基本上现在是可以攻击的，基本上现在是可以攻击的。我尽量用上面两排攻击吧，我用上面这两排做攻击。
这个转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啊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预计五回合之内是不会到下一关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因为我现在台面上已经没有新珠了，就怕是没新珠啊，然后给我一大堆杂色珠，不知道干嘛的，血转没血到。双处女她的恢复力很够啦，所以恢复力基本上不是问题啊。只是我现在要留攻击珠的难度比较高。就这样用下去有没有右下角就被我拆掉了。哇靠，在干嘛？非常好，现在手已经有点僵直性脊椎了，好像跟他没关系。我可以看到我这样转都还可以这样在这边苟活，有没有？哦，这对稳定性 OK 啦，只是第一关要撑个五回合到胜的。出来要注意一下，哎呀 very good 啊，西地级呢，看一下112250万，有点拼哦，光单次势必要开，我带这只蛋来就是有这个原因的哦，处女开下去。我思考一下主角要不要开。这个攻击力感觉有点不够。好。好，尽量做单体啊。尽量做单体。全体没关系。平民的手残转珠，这是我的招牌动作，有没有？光弹加处女应该是全部秒了。哦吼！哦，这边基本上也是将将叫了，也是将将叫。那我也是建议做单体就可以了。非常手残的一种转法了，没有？靠，没有攻击出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指定这一只。看到我做了全体攻击，没错，哦，我是不小心的。少一扛没关系，
还有碟组。哦，这时候我预计是要打这一只啊，我预计是要打这一只。Go。嗯，不能做全体哦，不然就前功尽弃了。我靠！嗯，好，现在不是他的那一只蠢，这我要管一下。这样是四 combo， 好像是五 combo。还有叠珠嘞，六 combo。好了，我没攻击耶，好笑了。刚刚是没有攻击，我在担心什么鬼天降。哦，又有主角吸地很快，所以随时随地就可以再丢第二次。停！哎呀，多了是没关系啊，多了血会补回来啊。虽然不是魔队，不过这样打还是要花一点时间。先降一个，好，哎呀，过头。停，不听指挥。看到我这边跟他玩了蛮久的游戏，停 ，good， 我没有讲脏话，我是说 good 哈。二三，哇，多了。添加一个，不给面子。嗯，其实他掉多了是没差，可以帮我们补血了。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早点把它处理掉。添加一个，不掉呢哈。哦，这队只要第一关。过的话，稳定是还蛮有的。哦，当然我们 CD 就顺便磨出来了。这都是比较怕不小心全体的攻击到，倒是真的。停！你还不死？好，我们再来给他弄一下哈。三，好，不要！哇！啊，我出骷髅头，哇，没看到！啊，我没看到！哎呀，这颗白痴，这颗白痴，啊，吃吧，吃吧。多吃一颗，刚没有注意到啊！不要跟我卡灯哦，不要跟我卡灯哦。好一样的，我吃石头，你给我卡灯，浪费我硬碟空间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，
浪费人家那个 Twitch 的空间。我关卡资讯还没换过去。现在游戏用户众多，请耐心等候，并不要关闭游戏程式，系统将会自动重新连线。那、会不会一直连到明天去啊？哦，刚刚那个，有人在问了哦，就是那个没有看到那个，对，我没看到断星了，骷髅头出现，我还给它消掉了，就是那一颗了。然后那颗石头就把我卡在这里了。哦，所以可以想象得到，用魔对眼就好。如果打这一关的话，应该要打蛮久的。进去游戏，看他不会帮我们做所谓的那个接关的一个动作。我有录下来哦，我录影存证哦。算了吧，我之前一登那个 bug 的部分，我寄信寄了很多次，寄到天涯海角去了吧？我一直不知道寄几次了。哦，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。哦，有。只要还可以回去，基本上问题是不大的，是怕瑞凡回不去了，是吧？我刚刚是几十啊？这样会不会多吃一颗啊？不知道刚刚是没有啾啾啾啾啾那个声音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记得要再指定一下。不然会被他耍了，真的。好像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话，就做三康博就好了。做三康博就好了，老大。好，天降看有没有新珠有没有？对啊，光珠还长出了。可恶，害我的临时记录被破了。Say goodbye。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唱那个 Say goodbye 了。然后好一样，就是捡一叠珠就好了，不用太复杂。其实我是比较怕天降啊，捡一叠珠不是问题啊。各位在干嘛了没有？你这时候就可以嚣张一点了没有？我靠！我心好痛，我心好痛，我是不小心的。very good， 三颗光珠。这时候我们要鼓起我们的勇气跟他拼了，对不对？80万，这个不开的话是不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关卡是什么？那个前功尽弃的感觉。接下来我要吃多了，这个是一定开的，这个不用思考。好吧，光狼，我决定开了，处女，你的第一次。被我搞砸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样威力是还蛮够的啦。叮叮叮，对啊，我都还没有叠，还没有叠就搞成这样了。哇，剩下那点血，不知道打不打得死。少做一combo，三combo，oh yeah。
其实这一下是为了帮我出洗涤是吗？很好，谢谢。两颗。不、哦、好家在还有三颗光珠啊。三到五 combo， 没错，这个水准就是我了。四 combo， 可怕的八将吗？我、哦、这边的问题是你要。消全体攻击，有，哦有呀，消全体攻击，而且还要制造强化腐蚀啊，所以我之前会吃很多是有原因的。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我们等这个大号练出来，好吧？哇靠！我的光珠全部被我消，对不对？金珠啊，全部被我消掉了。思考一下哈，还有多久嘞？吸地蛇，这是没练吸地的结果，就拿来吃石头了。好，现在处女的，处女的那个哈、哦，果然有点不同凡响哦。哦耶！他把我的强化消掉了，是没关系的。我还可以制造一个哦哟，我的新珠哦，不用这样了。这对看起来像吃石头是吃的蛮不值得的哈、哦，不过既然吃了就吃了，我们就是认命，好吧？哦呦喂，维布力是很够啦，只是要储息地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。哇，痛！好。稍微开一下，虽然说只有三颗，可是还是不无小补哈。哇，补不够，好吧，第三颗了。还有四回合，那我们趁这一回合，哦，赶快争取一下。做这个强化心强化腐蚀，哇、哦啊、新珠多留一些哦，这三颗基本上技术好的大家应该是可以不用吃到了哈、哦、我们这些好朋友来讲应该是不用吃到三颗。嗯，刚是我的强化腐蚀不见了，在考验我哎！感觉好像补不太回来的感觉。哦，有了，还补回来。
哇，把自己卡死，差点救回来。Very good， 该是我们爆发的时候了。看起来好像打不死。这个问题是在我的技术上的问题，不是那个转注的问题。好吧，不用浪费时间了，反正我再看再久应该也差不了多少。非常好，上面有两颗青珠。你下地狱吗？哦，我下地狱。哦，四颗。啊，四颗。哦，我这队有个小小的弱点，就是我没有爆发。不是，有点回到一年前那个吃石头的那个画面出来，大概好像是这样吃的，没错。你之前是用兽队吧？我没记错。卡西诺。目前记录四颗哈。家提到了，吃的蛮惨的，对，是真的蛮惨的。不过还好啦，这是就是娱乐性质，哦，比较重，有没有？我靠！我没消到新珠，我在干啥？这颗是白痴的，十颗，哦，然后这是第五颗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可怜的处女将被我凌虐，第五颗，哇塞！发现我简直就是畜生嘛！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的处女呢？我的五连！是十五颗吗？好像是，我也忘记了。Very good， 卡又卡，要卡到什么时候啊？又卡分，又卡猪。这时候我们要把那颗石头省下来，就是把我主角开下去就对了。哎，需要吗？好像不太需要了。跟我讲，上面一颗星珠都没有了，你是施舍我吗？给我一颗哦！真的是，我突然间发现我好可怜哦。非常好，再回来一次吧。
回合。这时候用新珠去制造那个强化腐蚀。好 ，very good， 林北咖喱饼啊。我也不知道我在转什么啊、哦！我在转什么？我觉得我下次一定要先开一次再转。那个是什么鬼爆发？这是五颗吗？还是第六颗？啊、哦！我要等主角。我把标注消掉。嗯好，来吧。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再来。Say goodbye。哇啊，悲惨的一战，我吃五颗是吧？还是好像是五颗哎，忘记了，刚是四七是不是？是什么？我记得好像是四七。我们看一下他会送人面鸟哈。哎，这样是六颗的样子是吗？好吧，回去我再计算一下这个。哦，有送鸟，有送鸟，过关的还是有送鸟。哦，以上这是很悲剧的一个处女队的示范。哦，基本上应该是可以临死的啦。哎、欸，我连王的这关卡资讯都没有 po 出来，好、哦、不好意思。哦，希望大家能够顺利这个通关。哦，尤其是还没拿到奥丁的，哦，这个我是建议一定要拿一次啊。这个奥丁上位高，哦，招式又强，就可以搭配北欧。哦，以上这个处女第一次这个非常悲惨的一个那个哈、哦，对，哦，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